你看到故宫了吗？你看到大裤衩了吗？你看这风景多美，你看得见吗？反正我是看不见。2017到了，我们一起关注奇迹，那里没有雾霾，能看清楚很多事儿。新年快乐！欢迎收看这一期奇迹妈妈俱乐部，我是主持人 Ivy。今天我特别高兴，我们可以邀请到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。谢谢，刚生完就能来，很荣幸。我也打算纯母乳喂养啊，很好啊。那么请大家关注奇迹的新的微信服务号，可以更好的跟我们互动。新年快乐 ，Happy New Year！ 大家新年好，谢谢大家这一年来对奇迹和女人看电影的关注。那我想借用最近特别火的一部电影叫《血战钢锯岭》里面主人公道斯的一句话来表达我们共同的心声，那就是主啊 ，One more， One more。2017，关注奇迹，经历奇迹，新年快乐，走！